来，你来示范一下灯效，还有哪些灯效可以用？这边都可以调整，然后这是指定的灯效，这是呼吸灯。嗯，呼吸灯。哎，呼吸灯。好，那亮暗可以直接从这边做调整，键盘的亮暗可以直接从这里做调整。然后呢？好，这里循环灯，把切到全程都是循环灯、波浪灯。波浪灯，跳舞灯，跳舞灯，节奏灯，就跟随着音乐的节奏，它会有一些节奏感会出来。然后我们闪电灯，然后随机，就是它会跟着我们所有的模式。自己做切换。好，那分区呢？好，来，分区的部分的话，在这里做调整。好，我们以这边我们来做一个设定，例如这块，我们来改颜色。好，现在目前改成蓝色嘛，是全区块。那在我们可以做单区块设定，例如这个区块用粉红色，这个区块用绿色。这个区块用比如说蓝色好了，好，它目前区块可以用这样子做变化。